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获得保释之后，目前正在监视居住当中，而此后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也降至了冰点。接下来请看明镜电视记者韦仁在孟晚舟被监视居住的房前发来的现场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韦仁，现在人在温哥华，也就是当地人称 Vancouver 下雨下不停的温哥华。如果有在关注孟晚舟案的观众朋友就会知道，后面这栋房子呢是有些眼熟。没错，这就是华为 CFO 孟晚舟，他在温哥华被逮捕之后的保释庭最后的结论，让他在这个他的物业之中接受在家拘禁。那刚刚可能观众朋友有看到，在这个房子前面呢是有一名警卫人员，他不停的在巡逻，就是这个当时在法庭的时候他们交涉要来确保孟晚舟他不会逃逸的这名保全人员。因为当地呢也有很多居民，他们在知道这件案件之后慕名而来到这个房屋前面呢跟这个房屋照相，那这名保全人员呢他也会随时的跑出来要确认这些人员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并且呢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目前哦这边是处于这个圣诞跟新年的佳节，人潮不是很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慕名而来，而这边的保全看似是没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在他的房子门前，不过呢是一直都有人在这附近巡逻的。而这个地方呢，这个区叫做 Dunbar 是温哥华这边一个算是十分算是十分富裕的一个居住环境，一个居住区。这附近呢，刚才我在这边大概绕了半个小时，其实没有什么人走动。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是圣诞佳节，另外一个原因呢，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天气不太好哦。不过呢，这个只要有出来的民众呢，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很多是华裔的民众，很多人出来遛狗，也有很多是这个在这边可能待了很久的一些其他族裔的民众。所以这一区呢，虽然是温哥华当地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住宅区，不过华人其实是蛮多的。那在这个地方，这个房子的这个 house arrest。家里拘禁呢，华为的 CFO 孟晚舟也会在这边待到至少2月6号进行他下一次的庭讯。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温哥华带来的报道，接下来有任何的更新我们也会持续带您关注。